影近期13人完整体登上了罗 PD 的综艺出差首页，活泼热情的全员们制造出许多笑点，让众人全都笑翻了。在最新一集的节目中，全员们需要排队回答问题，答对了即可带走奖品，答错则必须吃柠檬作为惩罚。其中队长 S Coops 被问到印尼的首都是哪里，他却回答了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。答错的那一秒，马上遭到弟弟们七嘴八舌的吐槽，表示明明是雅加达才对，我们都去了好几次。不久前最后一场演唱会就是在雅加达举行的，当地的克拉该有多伤心啊！ S Coops 最后在敏奎的引导下向印尼的粉丝们道歉，让当地的克拉们笑称下次来印尼开场3天就可以原谅你哦。